我其实精神不太好，以前需要喝鸡精，但现在看到你，我直接滴。哪里有？你让我喝水。不要在这边。一二三四，好，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的骨盆最端正。谁的大腿外侧没有端端端端的端端端？我的大腿外侧没有端端端端。如果这个超，哦，有从左到右各种高耸的山峰，让人忍不住惊叹。乳香世家照顾我们全家，我们都甘愿，都觉得伟大。乳香四亿第一届 JKF 百大女郎颁奖典礼，努力满足大家的视觉。担任颁奖嘉宾的反骨男孩，成为那一个被呵呵叫个叫个。个个和啊叫个，森森酷炫的紧身裤，感觉快要憋不住，也要风起云涌啦！哎呦，这个好会问，这个重点摆到裤子上来了，完全的平淡无奇啊，非常的平稳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对，把持得住。生黄也是算是非常有经验。不敢不敢，我们都是把持得住。看美女经验丰富，酷炫点评，女生第一眼必看这里。那种手有点麻利波那种腿。我是先看眼睛，就是他没在看我的时候，我在看他胸部这样。女孩们有凶器，黑衣人也有凶器。问到擦嘎遭袭事件，孙生酷炫为之气节。马上密他，因为这防不胜防，太离谱了。骑车骑到一半这样子，我觉得这马上抓到。他不是往回跑吗？那赶快调监视器，太夸张，怎么会打孕妇？太扯了。因为其实比较怕的是模仿效应，因为我们其实蛮担心，因为我们工作室平常在影片中也是都没有在避讳在哪个地方。我觉得所有艺人朋友要更加的注意自身安全。路上网上都可能遭受攻击 ，JKF 女郎早有化解妙招。他是传下照片，对对对。那你当下看到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就是已读不回，大多我都是已读不回啦，就是尽量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冲突。他们穿下面，你会比较一下大小，还是哇，这好夸张，或怎么？哎，会看一下，哎，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还不错哦。